赢得全世界的人很少，输给自己的人很多。我们能接受失败，但绝不接受放弃。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。从出道到现在吧，就是在这个荧幕前的这些年，就是我觉得都对我来说是挑战。作为一个艺人，我怎么能让我的作品变得更好，让自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，然后能够进步，能够变得更好，能够把更好的作品给到大家。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困扰、所迷惑，然后就是能够认清自己的路。自己不断的有创作激情也好啊，还是想要挑战新的事物的这种热情也好，怎么样让自己那心中的火不要熄灭？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挑战，就是在生活中。对，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挑战。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上李翁。这个诗的头四句就是，不论处境如何，心中都有斗志不灭的豪情壮志。上李翁，唐·李白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团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跛却沧溟水。世人见我横书吊，闻于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为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我是愚者，吴亦凡。